大家好啊！華記八月十八號深夜報導，今日要講一單案咧，就係47人案啊，係呢一個戴耀廷咧，佢就選擇認罪嘅喎，咁有29人認罪，就有18人唔認罪。咁點解佢哋會咁順攤呢？嗱，我話俾大家聽啦，呢47人咧就涉嫌咧呢個民主派初選，咁而家就被控呢個顛覆國家罪。咁就用國安法嘅法官嚟審理嘅，咁就冇陪審團嘅，咁所以咧佢哋可以話係入硬。咁點解佢哋會忽然之間就會後悔、懺悔、認罪呢？嗱，其實有原因嘅喎，我解俾大家聽啦。因為咧國安法咧顛覆國家罪咧，佢就判大概係3至10年到嘅。咁呢一度咧。為數有29人咧，佢哋當中大部分都還押咧，就超過2年噶啦。咁佢哋屈指一算，如果計數嘅話咧，佢呢一條罪係入5年嘅話咧，認罪啊減1/3，跟住佢哋又坐咗2年幾，即係到譬如嚟緊係9月宣判嘅時候咧，喂，佢哋放監噶咯，所以佢哋計過數冇死錯人嘅，即係佢哋成棚人咧係計過曬數，算過度過。點樣計呢？都是認罪跟住求情咋咋諗呢就可以放出嚟。咁我不如講講呢有邊29人認罪啦，好唔好？第一個呢就係最毒嗰個戴耀廷咩雷動計劃。咁有歐若軒啦、趙家賢啦、鍾錦麟啦、袁家偉啦、徐子健啦、任子傑啦、毛孟靜啦、馮達俊、劉澤峰、黃之鋒、譚文豪、李家達、譚德志、胡志偉、朱海迪、張可心、黃子月、黃子月要留意了，我一間告訴大家聽，尹兆堅、郭家麒、吳敏儀、譚海邦、劉永康、楊岳橋、范國威、呂志恒、岑傲輝同埋黃百宇嘅，哇，粒粒巨星喎、咁啊呢啲係認罪啲咁順攤咧，梗係計過度過冇死錯人嘅佢哋，因為佢一入咗之後咧，佢求情有1/3刑期減，咁啊梗係著數啦。咁啊再睇下唔認罪嗰18人咯，包括咧呢個鄭達雄啦、楊雪瑩啦、彭卓奇啦、何啟明啦、劉偉聰啦、黃碧雲啦。斯德萊啦、伍建偉啦、何桂南啦、陳志全啦、鄭嘉誠啦、林卓廷啦、梁國雄、林景南、柯耀林、李宇信、余慧明同埋呢個吳正亨嘅嗱，留意啦，呢度29人咧認罪嗰29人啊，分成11批喺9月同11月咧會進行聆訊。不認罪那班呢就在11月之後排期，另外有17人呢是未排期的啊，那這個肯定是不會有陪審團的了。當中呢我想跟大家講一個情況呢，就認罪和不認罪呢就個分別是什麼呢？第一，認罪呢他就排期審理就咋咋諗呢就快來快去啊，即是快刀斬亂麻，就即刻 close file 認罪哦，判5年，跟住扣減刑期就坐2碌啊，跟住還押咗2碌，一判完都即刻放啦。咁唔認罪嗰班咧就拖係等乜嘢呢？第一，佢可能有其他官司，可能想咧就一屁就判刑啊，即係犯幾條罪一次過，佢好著數噶嘛，係嘛？第二樣咧拖字決咧就係等一啲嘢，等咩呢？可能等走佬啊！大家留意黃子瑜，佢走硬嘅，因為咧。有一班人咧係唔認罪，唔認罪嗰班咧，包括呢個陳志全咧，佢係保釋出咗嚟嘅。嗱，陳志全咧佢係唔認罪，保釋出咗嚟。咁黃子月咧就特別啲嘅喎，咁佢係選擇認罪，但係佢而家咧就係保釋喺出邊嘅。咁呢件又係走硬嘅喎。咁佢呢一件點解要講咧？嗱，認罪嗰29人就粒粒巨星啦。咁黃子月咧，佢整個容嚟嘅，就係好靚女嘅個款啊嚇。咁但係佢啊最慘啊，最毒婦人心啦，就樣靚就心毒啊。咁佢講咩咧？佢就係話警察
強姦啊，大佬，哇，真係攞命啊！係由黃子月劈頭第一個出嚟，係親口話警察強姦，即係令到無信人相信佢，以為佢整完容之後個樣靚就特別有說服力嘅，所以呢件咧就特別要關照佢走硬嘅呢件。嗱，我哋睇咧呢一個初選47人案咧，咁有29個人係選擇認罪，有18個人係選擇唔認罪。當中佢係經過精心嘅計算，精心嘅計算，咁佢哋出到嚟咧死唔晚幣嘅，佢哋一定咧係坐完監出嚟之後咧，佢哋嘅行為只會係更激烈。唔好以為佢哋洗心革面啊，會懺悔啊，錯曬。即係你楊岳橋嗰班人咧，佢出到嚟只會心狠手辣嘅啫。啊，即係我就以一個平常心嚇，用華探長去分析，我就覺得咧，佢哋咧就坐完監出嚟咧，就應該咧係死心不息嘅嚇。咁啊，仲有咧就順帶講少少咧，就係有關於咧就即係邊個人係表面幫你，實際就害你，明撐就暗踩呢？就之前我講過杜汶澤就話撐阿古天樂嘅明日戰記，即係明害啫，大佬，你港獨嚟㗎嘛，杜汶澤，咁你撐緊古天樂，古天樂嗰套戲喺內地票房谷緊喎，香港都未上喎，大佬，谷緊內地票房，你支持古天樂咪擺明害囉。咁仲有人踩多腳喎，諗住喺門口度執死雞，嗰個係咩呢？嗰個張堅庭，佢講咩？佢喺 Facebook， 佢話：喂，我古天樂，我做唔到你老婆，不過咧都一定要撐你嘅，因為咧就一定要好似撐 Mira 咁樣撐你。哇！擺明啊攞命啊，大佬，即係佢可能真係同古天樂就好唔妥嘅，大佬。因為張堅庭又係港獨嚟噶嘛，你話撐古天樂，咁大佬佢而家打緊主打緊國內市場啊，大佬，你香港都未上。所以佢一定係靠害嘅，明靠害嘅。邊個係真心撐呢？吳京就撐啦。嗱，我片尾有條片就吳京嘅。吳京咧四套戲翻200億票房，可以話前無古人啊！成龍40年先係翻200億，佢四套電影就翻200億。所以吳京咧，佢亦都係公安嘅形象大使嚟嘅。所以吳京撐古天樂咧，就真係會幫到古天樂票房嘅嚇。大家拭目以待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多謝大家支持粵港澳大灣區中山公寓，反應熱烈。這個禮拜同場加推350,000做業主，歡迎 WhatsApp 98孖5 0260。Hello 啊，司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anny。係 Yanny， 喂，呢個禮拜有我哋介紹啲特別嘢俾大家喎，係嘛？冇錯啦，今個禮拜嘅我哋嘅星期節咧，會介紹呢個中山北部嘅海亞繽紛城啊，司徒生。你聽講呢個樓盤交通非常之方便喎，隔離就係輕軌站喎。係啦，我哋香港人最中意方便啦。呢、這個樓盤咧，因為位於呢個南投輕軌站啦，咁可以非常之方便，幾個站，三個站可以搭到呢個廣州南站，跟住再轉車去呢個嘅深圳北站，再搭高鐵翻香港，非常之方便。交通非常之方便喎，打風落雨都唔怕喎。係啊，最啱我哋香港人啦。而另外，司徒生呢個樓盤好似38平方，非常之抵喎。咩價錢啊？38平方話你諗都諗唔到啊，350,000左右就買到噶啦。350,000講多次。350,000。哇，非常之吸引。仲要係大精裝修添。係啊，呢個最緊要係包精裝啊。另外，司徒生好似呢個樓盤都有啲收租精選喎，係咪啊？嗱，發展商特別喺第八棟咧，某些層數咧就做咗一個連帶精裝修、加絲電器，乜都包曬噶啦。咁仲可以咧同你租埋。反租添，咁啊租金方面大概有4厘左右啦嚇。哇，好吸引喎！呢個真係收租精選喎。係啊，如果想收租嘅朋友咧，記住呢個禮拜日咧嚟我哋公司咧聽講座。係啦，我哋地址咧係廣德道332號地下華記正能量網紅基地，下面咧就我哋 WhatsApp 報名熱線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，做現場觀眾。到時見啦。好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古天樂相識已經快20年了，記得他有明日戰記想法的時候，就和我提起過。粗算应该也有10年的时间了，和他相识的一半时间，他都在为一件事情在努力。我为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，也为有这样的同行而备受鼓励。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支持古天乐，支持每一个坚定而勇敢的电影。路虽远，情则将至。古仔，一起加油！